OK， 这个就是黄豆酱维基马拉的那个生产线的视频。那前面这里是铝瓶，人工放过去它自动自动自理的啊。OK， 那这个呢就是那个鱿鱼巴心。 会自动进去，啊，翻转刷新，然后呢，鸡肉从这边走出去，啊，所以这边自动过来，啊，然后呢，下面跟着就进入到。 灌装部分，那这光电技术的，当进入六个瓶子，感应到第七个瓶子的时候，它就自动灌装。目前灌的物料是水。 因为瓶子不多，所以我们前期的话就只能走这一次方式了。好，下面就是封罐。那 OK， 出来就封好了。 做好以后呢，下一步就是到了我们所说的贴标。那这里是分屏，那边是收屏，这边呢是那个称重。 Okay.